大家好，我是来自天津评剧院的曾昭娟。曾昭娟，国家一级演员，二度梅花奖获得者，曾五次荣获文化部中国剧协颁发的优秀表演奖。1987年拜著名评剧表演艺术家花淑兰为师，她的嗓音纯正甜美，音域宽广，善于以声传情，以情塑人。今天我为大家教唱素兰老师的代表剧目《琼花》。日里思来夜里想，这段唱腔说的是30年代初海南岛椰林寨恶霸地主南霸天家中的女奴吴琼花，不甘心忍受压迫，逃跑几次未成，被我军化妆成华侨巨娼的洪长青所救，并指引他参加了游击队。在党的教育下，他成为一名光荣的无产阶级战士。下面我就为大家演唱这段。Yeah.
这段唱腔呢是正调的慢板开始，做到呢一字呢一个音，慢而不断，柔而不绵，静中有动，人物内心呢充满了激动，但是演唱起来要温和平稳，反映呢一种自我的宽容。它从技巧上来说呢，也是一种断以连，收以放，快以慢，形成了鲜明的对比。下面呢，我就跟大家一句一句品唱。日里思来，夜里想，是谁呢救我脱灾殃，是谁救我出苦海，是谁使我脱去女奴装，是党啊使我认清了革命的方向，是党啊要我这块粗铁变成钢。先学第一句，日里思委婉的非常抒情的唱这两句，他内心充满了激动，但演唱起来非常温和平稳，要充满了感情。要注意苏兰老师的演唱特点就是慢而不断，柔啊他不绵，他的东西就是这样，听着慢但是不断，这些东西他每个音是不断，他是连着的，像滚着一样滚着。日里思来夜里想啊，它有一个小弯儿，夜里想啊，来，再唱一遍。是老师的一个风格音，脱去脱去，Yeah.
要把这个连续的反复自问的一个情感呢，通过委婉细腻的演唱要唱出来。谁单独唱一下？素老老师那个嘎的掐，这个掐不要唱懒喽。是谁叫我？是弹出来的，不管它的快与慢，都是拿气息用你的横膈膜把它弹出来。是谁叫我？你看你那是个懒人的掐。我们小时候学时候，老师就说你这掐是个懒人的掐，很多人都犯这个毛病。学素兰老师这个掐都这样式。我第一个先唱正确的，是谁叫我？你听着不正确的，像你们唱是谁叫我？这人，你感觉这人他懒，提不起来，是不是？是吧哈？唱的不错。谁还再大胆的唱一遍？你呀，跟刚才那大姐也犯一个毛病。刚才我忘了跟你说了，是谁的谁字，这音儿唱的不对。夜里香啊，是谁叫？是谁？他是这个吴琼花啊，反心自问，是谁救我呀？是谁使我脱去女毒妆？他是问自己啊，是谁？是谁？好好好好好，非常好。接下来唱那个，是党啊，使我认清了革命方向；是党啊，让我这块粗铁炼成钢。这点要情绪非常热情，对党的爱，对党的赞颂。是党啊，这个节奏呢，稍微的要快一些，情感呢要更加的浓烈一些。是党啊，是我党。吴琼花对党充满了感情，要歌颂对党的歌颂。是党啊，是党啊，使我认清了革命的方向，使我认清了革命的方向。是党啊，要我这块粗铁炼成钢。是党啊，要我这块粗铁炼成钢。要我这块粗铁，不是叫我这块粗铁啊，要我这块粗铁。来，是党啊，是党啊，是认清了革命的方向，使我认清了革命的方向。是党啊，
我这块粗铁炼成钢。是钢啊，要我这块粗铁炼成钢。又叫我了，要我这块粗铁。要我这块粗铁炼成钢，这两句情感要变化，节奏要快，情感要浓烈，对党的歌颂，对党的爱，表示琼花对党的爱。来，上弦来一遍。非常好，这两句谁来一遍？是党啊，是我人清了革命方向，是党啊，让我这块粗铁炼成钢。好。不错，这小朋友来一遍。是党啊，是我认清了革命方向，是党啊，要我这块粗铁炼成钢。还要加苏尔老师的风格音，是党啊。要我这块粗铁，这块粗铁，要我这块粗铁，别是这块粗铁，要我这块粗铁，要我这块粗铁。好，是党啊，是党啊，使我认清了革命的方向，使我认清了。是党啊，是党啊，要我这块粗铁炼成钢，要我这块粗铁炼成钢，要我这块粗铁，要我这块粗铁，要我这块这啊。好，咱们大家从头唱一遍。咱们今天所学的六句，大家有什么问题问吗？日里思来夜里想，后的那个是不是得往上，得上的手音吧？这都是老师的风格音。夜里想啊，刚才我们的手音已经滑，是不是在上面手音呢？滑一下，它的滑，上下滑一下。是啊，是滑。完了以后，最后的收音是不是想啊？你不要太过，不要太过，有一点就行。啊，竟有这样唱？不，这样吧，太死了。往上走。唱的比较虚，
夜里想吗？他自己的反心自问的一句话。夜里想啊，说是怎么回事啊？轻轻的，轻轻带他，你不要过这个。哎，谢谢。哎哎哎，宋老师，就是这两番就是唱党的这是党啊。咱们今天学的是两番是三番，两番吧，两番有点混，有一个好像不准确，我们唱的有一个是啊，您给再正确唱一遍。我再唱一遍啊，是党啊，使我认清了革命的方向，是党啊，要我这块粗铁炼成钢。别从头到尾唱一遍。非常的准确。今天讲的那个这六句唱的总的要求是行腔要流畅，声音要美，就是这一个要求。谢谢大家。